沙莲堡文化艺术策进会日前在日隆瀑布办理健康亲子大步走写生践行活动，希望协助地方推展观光，并带动艺文及运动风气。当天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合家莅临，增进情谊。这个活动我们特别请了我们那个童军团的部分来这边帮我们做我们的关主，来做闯关的动作，就是走完全程来做餐券的更换，还有我们这现场有许多的小朋友来这边做写生活动。瑞龙瀑布是我们竹山的第一美景，也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能把我们来参加活动的人回去能介绍我们竹山这个最美丽的瀑布给所有的好朋友跟亲戚们都知道，让大家都能来这边走一走，看看我们竹山的美景与山岚。参与的民众也认为这场活动相当有意义，除了希望多加办理外，也表示瑞龙瀑布景色优美，会推荐亲朋好友前来旅游。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由沙莲堡举办的健康的健走活动哈，那很希望说这个有特色的活动哈，那这个是非常有益身心健康的健走活动哈，那竹山镇民也很热情的来参与这场活动，今天的场面是非常的热闹。这次活动不错啊，就是那个都规划的蛮好，路也蛮好走的，很适合小朋友来，就是全家一起来这边健行还不错，都还蛮开心的，很赞，对不对？是不是？对，都还不错，很开心啊，我也推荐朋友过来这里瑞龙瀑布。仙远参梦儿也很荣幸能够协助办理这场活动，并期待透过活动将瑞龙瀑布美景推广出去，让更多人都能够前来观光。感谢我们现场的很多贵宾以及好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天的活动。那我们沙莲堡会长呢，我们的苏一雄会长带领着所有的会员，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瑞龙瀑布这个美景，这个这么棒的一个景点一起的把它推广出去，让我们全国的观众看到了我们竹山镇瑞龙瀑布天下第一瀑的这个这么棒的美景，然后来我们竹山旅游。我想这么棒的美景呢，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哈，你不来的话呢，真的是很可惜。议长何正峰肯定协会的用心办理这样有效益的活动，也期待透过活动推广下，能让更多民众认识竹山特色景点，进而前来旅游，带动地方发展。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